奶夫妇玻璃杯，各位就是这个奶夫妇，哇，奶夫妇的很可爱，奶夫妇玻璃杯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应该比我了解一点。我其实分这些杯子的时候，我不是每一款都拥有，我能分清它，也能分清小吨桶，但奶夫妇是我的新朋友，今天我第一次跟他见面。奶夫妇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因为它其实很方便，小小的一个。嗯，而且它长得好像就很奶夫妇的，对不对？可爱。是的，奶夫妇颜色也很好看。嗯，而且在前面镜头可以给一下下啊，在前面你看，一共有这四种颜色，大家可以选。